其实日语和韩语里边，它的外来词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。我去，你擦粉了吧？你要擦脸上，你擦脖子上干嘛？粤语叫 "Sito Bele"，大家猜它是什么意思？我去，草莓！米小龙，你来回答。草莓。答对了，就是草莓的意思。施多佩雷，Strawberry。小龙，你英语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是啊，太奇怪了。就算你的英文有提高，也不代表你看课不听课。再说了，你们几个男生卿卿我我的，这算啥？这儿又没女生，我和谁卿卿我我？你嘀咕什么？没。